病情患怎么样？已经脉弄张面子发配，心率调得出来。给他。在手术台上，用最大的专业性救病人的命才是对他们负责。顶尖的外科医生，守着上，长了大脑，又回来了。心脏骤停，给病人，二十码秒一次。走，我送到了，正在大出血。什么？时差，马上出差。红丽，我女儿还在家里等妈妈呢。 无论结果如何，如果有一名不肯放弃的医生一直陪着他，绞尽脑汁的去想治疗方案，那对于这名病人和他的家属来说，都会感到一定的安心。如果你在乎我们的生活，那个孩子根本就不会死。我让你们这些医生全都给他枪毙！我干不了，没救他。爱一个人，不一定要拥有他。病人。 和医生之间的关系，是亲人，还是敌人？是需要我们的帮助吗？以往的一只手术，总是需要一个病人的死亡和捐献，来拯救另外一群病人。我找你回来，就是想让你主导研发人工心脏。我们医生每一次成长，跟每一次进步，都是来自于病人。